盘点最值钱的铜质重宝，最贵101.03万元，遇到一枚就发财。第八名，铜质重宝宝汞当五不班式，31万元，华夏评级82分，直径26.7毫米，此板为地方式固定板。第七名，铜质重宝宝源当时样钱，34.5万元，工博评级85分，直径33.4毫米，重量10.6克。第六名。 铜质重宝包一当4不班样钱，48.3万元，华夏评级82分，直径32.9毫米，传世黄亮，前体规整。第五名，铜质重宝宝苏当时57.5万元，上美品，直径34.9毫米，传世黄亮，品相极佳。第四名，铜质重宝宝泉当10亩前70.75万元，工博评级90分，直径34.0毫米。 前文深俊立体，铸模上佳。第三名，铜质重宝宝源当10亩胚，86.25万元，上美品，直径38毫米，重量10.9克。第二名，铜质重宝宝云当10不班样，109万元，工博评级88分，直径35.5毫米，重量15.1克。第一名，铜质重宝宝泉当10雕母，103.5万元，极美品，直径35.9毫米，清前之珍品。